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表述一下今天这个时刻，也就是 today this moment。中文的时间表达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，也就是从大到小。英文里的 today is Tuesday, August 18th, 2009，缩成中文也就变成了今天是2009年。8月18号，星期二。What time is it？现在是几点几分？现在是2:48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我们借用这个机会来复习一下这么几个词汇：一年有12个月，一个月有30日或者31日，除了2月。一个月有4个多星期，一日有24个小时，一个小时有60分。大家不难看出，在这所有的时间计量单位里面，年最大，分最小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在我们表述 today this moment 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说成。今天是2009年8月18号，星期二，现在是2:48，大家明白了吗？